神秘人再度来袭 T1 积木砖擂台赛，让对头天花板陷入绝境。干啦，1-5啦！神秘人的实力到底有多恐怖？究竟是何方神圣，能让积木砖说出对方的科技比自己还猛？完了，他的科技比我猛完了。神秘人改写了对头法则，枪法不再是唯一标准 ，timing 才是永远一生。我操！你们不是说没实力吗？比赛开始。完了呀！完犊子啦，哥！完了呀，哥哥说没实力的出来呀。比赛开始。也是没啥实力感觉，就吗比赛开始。这他喵的也没啥实力，没有什么实力啊，这个应该没有什么实力。这有啥实力？你笑死我了！打了枪头，他喵的，怎么那么能跑？比赛开始。完了呀，我操，完了呀，比赛开始。完蛋啦，1-5啦！哎呀，比赛开始。不是兄弟，不是我猜，我两天没打游戏了，我请假了一天吗？没玩游戏。手有点深，知道吧？拿下，终于杀一次了。比赛开始。我终于杀他一次了。就这，我放水呢。比赛开始。就这，我放水了，知道吧？刚刚，哎，就这。有啥实力？我操！
这都哎呀，我都不想放水了，知道吧？我现在已经不放水了，我直接一个闪光弹，白到了，你们信不信？中场换把枪，换把枪。比赛开始。完了呀，比赛开始。就这，他喵的不反杀了，直接，就这。比赛开始。没事，还有两个头，兄弟们，两个头绝对能赢。哇，走，这把够了，我吃屎真的。没有啥实力的，走吧。比赛开始，不要当真哦。不要当真。完蛋了，800了。比赛开始。哎呀，采集卡还没了。刚开科技去了，刚开科技了，知道吧？没科技我打不过，我要输了，所以说我得开科技。完了，他的科技比我猛，完了，一千了。比赛开始。完了呀，1000了。完了呀，完了呀，1000，完了，第一把1000，倒闭了吧，不打了吧，不打单是吧，下次不要来我这里了。拜拜。
拜拜。雨点，我跟你说个事情。你说。啊，要不你明天再来吧。我今天来，我现在跟你打，来开，我今天跟你连播了。不是，我今天不跟你打，我今天不能跟你打呀，我跟你打我就完了呀。不会的。我今天不跟你打，明天再来吧。求你了，真的不行，就现在不要求我，今天再来，明天也来，我明天也来，好不好？今天不能来啦，我这今天裂开啦。来，哇！